Yo， 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 Dr. T A.K.A. 汤老师。今天我还蛮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要来跟我们家的师母出去约会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穿的比较人模人样的样子。我跟你讲啦，结婚以后生完小孩子，对不对？基本上如果要安排这种夫妻之间的升温感情的活动，真的是有点困难。因为呢，我们每一天呢，基本上所有的行程都是绕着小孩子在跑，所以呢，如果要有一个这种夫妻之间的小小的约会呢，真的是有点困难度。那今天呢，我要挑战的就是带我们师母来去开房间。当了夫妻以后呢，有没有办法出去开房间呢？ I don't know 我们等一下也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师母呢，会不会觉得很尴尬。那顺便也透过今天的特节来带大家来去看一下我们美国这边的汽车旅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不用丢啦，今天你们传播去 QK 啦，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来去找师母， Let's go， 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家最正的师母。嗨，妈咪跟同学们说声嗨啦。Hello。哦呦，我们师母呢很久没有出现了，而且师母今天穿的这个样子 ，Oh my God，so hot。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豹纹的东西，然后师母知道我们今天要去约会，所以就穿了一个豹纹的这种洋装。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带着我们师母呢来去约会一下 ，Let's go，Let's go。在我们出发之前呢，让我先自录一下，我现在手里拿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来自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汽车香氛夹。这汽车香氛夹的来头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影片呢继续看，我会好好的跟你们介绍一下。不过呢，为了提升一下我跟师母现在的坐车的整个气氛还有感觉呢，我直接把我们的 LAFA 汽车香氛夹放在我车子的这个出风口上面。那等一下呢也会好好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用了这一个香氛夹的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妈咪，你知道我今天要带你去哪里吗？约会啊你知道我们要去约会的地方是哪里吗？不知道。OK， 我被传你去 QK， 就是要带你去汽车旅馆呢、啊。妈妈，我问你啊，结婚的时候夫妻还可以去汽车旅馆找一点乐趣吗？你觉得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不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结婚也不是说就好像不行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啊，也是可以一直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对不对？好，那像我跟师母啊，就是其实偶尔啦还是会做一些还蛮有趣的事情哦。那但是这个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呢，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带他去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美国的汽车旅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边有一间呢，我们直接进来看一下好不好，妈咪？我们今天带师母去我们约会的地方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台湾一个非常知名的汽车香氛夹。这个汽车香氛夹呢，是他们最新研发的一个造型。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美丽的师母呢，来为我们开箱一下。哦，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呢，它叫做法老宝藏银。他们这个取名都非常的酷哎。他们的香氛夹的这个名称呢，就叫做埃及月球。这一个香氛夹真的设计起来非常的有质感，整颗芳香夹呢都有月球的造型，非常的漂亮。另外一颗是这个，来，我们现在直接拿出来看一下哦，这个超有质感的，这一个呢叫做黑曜矿石灰，这种神秘的灰色感跟我的碳纤维的内装真的非常的搭，所以这一颗我也很喜欢。来，我们看一下这三款颜色，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埃及塔砖金，呜，这个真的很帅，因为呢你也知道我很喜欢金色的东西，所以看到这一颗的时候整个都兴奋了起来。每一个芳香夹都有一个保护套，这个保护套呢就有点像细胶的这种设计跟材质，所以呢不管你的车子的出风口的表面是什么样子的造型啊，夹上去都非常的安全，不会刮伤。那基本上呢拆装非常的简单，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磁扣性的盖子，有没有？我打开跟放上去，它自动就会吸起来，这个就是有这种磁铁的感觉。打开的时候你看里面呢就有一个插槽，可以插我们的芳香块。那刚好我手上呢已经呢拆了一个芳香块，那安装非常简单，就直接这样子放进去，然后呢磁扣扣一下，这样就好了。我们呢基本上就很简单，插雷了，喝完了，罗安妮妮啊，呼呼，超级漂亮的。我跟你讲啦，东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圆的东西。那这个圆的东西看起来就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只要我们冷气一打开，它的这个风向就会直接吹着我们的芳香夹，那整台车就可以笼罩我们的这个芳香块的味道。All right， 妈咪，你现在看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美国的汽车旅馆。今天要带你来 QK 一下。不过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这边的 Motel 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好，我们
现在来看一下，走走走。好，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叫做 Best Motel， 然后是在我们西雅图的红灯区这边的。好吗？请上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来，我们先讲一下哈，在台湾的这个汽车旅馆啊，对不对？它是有主题性的。我们台湾的汽车旅馆呢，基本上就是看起来非常有设计，对不对？但是妈妈，你看一下我们美国的汽车旅馆是长什么样子？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很像学生宿舍。很像学生宿舍。妈妈，那你会想要来这边跟我来一下吗？感觉不太像，对不对？欸，不过其实我说真的啦，在美国的汽车旅馆都是看起来脏脏旧旧的，但是呢，这一间 Best Motel 在我们 Aurora 这边呢，它其实新的老板他接手以后，好像有把这整个地方呢都翻修过。其实你看一下它整体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旧味道，对不对？因为一般美国的这一种汽车旅馆呢，就是烟味会非常的重，而且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大马路旁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厕所，这个厕所其实还不错欸。妈妈，汽车旅馆没有那个浴缸感觉怪怪的齁，对不对？这个哦 Motel 其实看起来还蛮新的，这一看就知道有翻新过的齁。妈妈有感觉吗？要不要来一下啦？你觉得最后你看了这个有没有觉得泼了一下我们约会的这个冷水？有一点点，我要靠腰。再次看一下哦，基本上呢，我们呢美国的这个汽车旅馆不是你们想象的，像我们台湾就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有主题性的。美国的汽车旅馆基本上就是感觉就是过路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边 QK 一下，那我们还是去吃饭好了啦，好不好？去买菜比较实际。去买菜比较实际化，被我们家的师母泼了一个大冷水。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吧，走走走走走。拉法埃及月球车用香氛有三款颜色供你选择，分别为黑曜矿石灰、法老宝藏银和我最爱的埃及塔砖金。每个香氛夹都透过高精度合金手工打磨，雾面丝滑触感，高耐温，安全无毒。每个芳香夹口都附有保护套，安装在爱车的出风口，完全不怕被刮伤。置入与更换芳香片时也超简单，香氛夹的磁吸式盖头拆装只需要一秒可完成。讲到香氛片，拉法埃及月球车用香氛夹有四种香味供你选择，像是纳芙蒂王后的香草玫瑰、法老王帝国的香草檀木、永生法老魂熔岩麝香，以及禁忌木乃伊果香威士忌香片，都让你的车内散发出满满的质感与浪漫的气氛。开起车来闻到放松愉悦，在别人的时候也可以凸显出自己独特的品味。现在购买输入粉丝专属优惠码 Dr. T， 全款满1500元可以折抵100块，满3000块可以折抵200块，折抵无上限。同学们，快点跟我烧起来吧！好了，去 QK 的计划泡汤了。妈妈，不过说真的，我们刚刚看了这一个汽车旅馆啊，其实它的前身啊，非常的恶名昭彰，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这条路啊，是一个哦，西雅图非常知名的红灯区，也就是说我之前带你去的那个特色咖啡，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在街上看到有人直接在那边站毙，对不对？都是这一区。这一间汽车旅馆它的前身非常的恶名昭彰，也就是呢警察常常来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呢所有的这些站毙小姐AKA 英文老师，如果有在看老师的频道的话，你们都知道我给他们一个昵称叫做英文老师，都是直接指定去这一家汽车旅馆的前身去那边做服务这样子。而且呢，前身这个汽车旅馆的前身很脏，非常非常的脏。我们今天去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新设备，是他说他刚花了多少50万美金去整个整修，把他整个秀面还有里面的内装全部弄好。再包括这一间老板，其实他是我们西雅图的饭店协会的其中一个成员，那所以呢，就是说他有办法去拿到一些，比如说来自希尔顿的啊，还是一些大饭店的一些设备来他这边装修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地想要带你去那一间饭店，去那一间汽车旅馆。哦哦，这边你看有没有看到有人在卖了？看到卖那个英文课的那个老师哈、哦。你刚刚一进去那一个汽车旅馆，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很像学生宿舍。很像，你刚刚讲那个我差点笑出来。很像学生宿舍是真的，因为呢不止小小的，对不对？还就是有点不像是那种情侣平常会去的啦哈。但是我是真的觉得他现在用这样真的很漂亮，而且很舒服，所以呢也是推荐啦，因为这一间店。
店的老板现在跟我变成好朋友了。好啦，再次感谢我们师母呢，今天跟我一起出来约会。虽然呢，刚刚去这个汽车旅馆泼了一点小冷水，让我们师母好像这个要约会的欲望有点降低哈。然后他刚才跟我说一个很残忍的话，我让我们去买菜就好了，穿那么正要去买菜啊，妈咪。那再次感谢今天赞助我们拍摄影片的拉法汽车香氛夹。我们这个香氛夹的味道，你刚闻了以后最喜欢哪个味道？香草檀木的。那个真的很好闻，就是什么法老王帝国的香草檀木。那这个香氛补充快可以维持多久？据我们官方所称是可以维持30天，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月的时间。那如果呢这个味道不够的话，我们到时候还有其他的味道可以参考啦。好啦，那我们现在去买菜是不是？对。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去买菜了。好，所以今天呢没有那一种限制级的画面可以看哦。那我们下次见，妈妈该镜头吧，拜拜。